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係現正生效。我哋嚟睇下帕卡嘅最新情況。帕卡已經喺廣東台山登陸。喺上晝十點，強烈熱帶風暴帕卡係喺香港天文台以西，大約係120公里，預計佢會向西北偏北嘅方向移動，時速大約係28公里，係移入廣東內陸嘅。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將會喺上午維持。咁如果睇一睇香港嘅風力咧，而家普遍係吹緊東南風，而喺香港西南部嘅地區咧，仍然係間中去到暴風嘅程度，而喺大嶼山嘅高地咧，更加係間中達至颶風嘅程度。如果睇雷達影像咧，就見到我哋仍然係受到帕卡相關嘅雨帶所影響，為我哋咧帶嚟一啲間中嘅狂風大驟雨嘅。咁大雨咧係會令到部分令到低洼嘅地區咧可能出現水浸，所以大家咧係要提高警覺嘅。另一方面咧，海係有非常大浪同埋湧浪，所以咧市民咧應該要遠離岸邊，並且係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